人家都没有给你们这这哦。你们还是等一下，我弄倒。是不是都香我？我去看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下蛋？现在都没有下蛋，没有。吃饭你们想吃饭啊？下蛋你们没有想下蛋？我给你们吃干嘛啊？我看见。妈妈看你们，我都给你们吃。现在我看你们，你们要下蛋，我给你们吃那个菜。我现在去拿，听到了，老快点要给我下蛋，没有给啊，还有买。就一天叫一次就可以了啊，一次叫多一点，叫多一点。喂，你在干嘛？等一下我帮忙。还没有呢，他那也快走，你不要走啊，你这个啊，没事没事，你说我帮忙，没事。好了，那边不要，那边不要，垃圾都下来是不是？没有的，我们用那些来翻的，我不会拿太多，不要怕。下次吃一点。完全。啊，老会打电话问下次有没有下单。我信你个鬼！没事没事，没有人。那是蓝影走了。大姐，我就拿一点点，没事的。应该是够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哎呦，给您做的。刚才拍的时候没有看。哇，厉害厉害！你看那边应该是有别东西的房子。那个大是我们鸡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啊不，应该是青蛙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个洞，有蛇。应该是我今天会摔倒了，你知道？那你赶紧回去啊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来了，你来了，开心吗？
观音在下都没有给你们吃。你们还是等一下，我们倒。每天和他们说话，他们不想和你说话，啊、他们就想，哎呀，每天吃饭前还得听他俩唠叨一下。他们喜欢听我说话，你知道，很喜欢。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我喜欢和东西说话，和我们吃我也说话，你知道，我都说啊，你们也是我的宝宝。对呀。哎呦，你看有台风，那个木瓜树倒了，掉了，但是你看有木瓜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。一家人吃怕的人。啊，有两个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这个应该是还是那个，过几天，过几天。这个是绿的。哎呦！哇，吃完这个，吃这个。还是在出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看那里还有一个。哎呀妈呀！这个眼睛，你知道你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它毛病。哦，我想有那个东西。哦，蛇？什么蛇？不是，那个老鼠是自己。啊。哎呀！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嗯。也是小时候，你看我小时候应该是知道我老在冲我，因为我也想。每天吃苹果没有意思的，但是吃什么别的水果，你知道，这个是会很舒服的。现在你看，哇，感觉太闷。有木瓜，木瓜做一点。木瓜很好啊，你看这个吃完吃这个，这个吃完上面又长了。哦，以后它是这样长的。哎，也很舒服。